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来自长沙赛区的160233号选手，今年18岁，我的名字叫曹玉静。那我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黄飞的《笑忘书》。没有蜡烛，就不用勉强庆祝。没想到答案，就不用寻找题目。没有退路，那我也不用着目。没人去仰慕，那我就继续忙碌。来，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逃脱。来，思前想后，不要犯同一个错误。将我们的情书写一封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。将这一封情书，这一份礼物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OK， 姓曹，那就给他过吧。我想说一句话给所有的选手一个建议。是我说的一会儿有我的姓，我想就是这个应该写到那个比赛的宪法里的，就是千万别模仿王菲或者张惠妹，因为他们两个前面有太高山颜值那么高的一个标准在那儿，特别容易表现不好。但是你嗓音里有点对，但是你能不能唱点别的？我也建议别的选手不要轻易模仿王菲或者张惠妹，特别容易失败。唱一首别的。那我唱，请问一下评委老师，我唱什么呢？门，你问我，妹妹，当然唱你哪首的？唱一个好汉歌。小幸运呢、啊？那我可以唱小幸运吗 ？OK， 来。对。开始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的时候却动情在心。可是我没有发现遇见了你，在我的心里是曾经。也许当时我想我们，哎，两位老师，我很想推荐呢。啊，是吗？那现在就吓到吓死了。这样，那我们就表决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管我的意见，那是我个人的意见。那你先说你的意见是？我的意见是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推荐还是不推荐？可以，我推荐的，我推荐。推荐是吧？我希望可以再琢磨琢磨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。好的，一个推荐。那张老师呢？您先来。我觉得他的潜力很大，但是表现的不够好。哦，是。我想冒一个险。那就给个机会吧，给个机会。那冒险呢、啊？就是冒一个险，让他进入到下一轮，看看有没有可能的空间。好，哎呦，谢谢 K 老师，谢谢。对，那就给他个机会吧，后面看造化了。